大家好，又到了吃鱼钱的季节。今天去撸了好多鱼钱，鱼钱营养健康又美味，配上料汁百吃不厌。中国药典中记载，鱼钱具有健脾安神、止咳化痰、清热利水，食欲不振有清热解毒、杀虫消肿。咱们先把鱼钱里的树枝收拾干净，看一看咱家的小可爱，把鱼钱的树叶树枝挑得好干净。清水放一勺盐，把它搅开，放鱼钱浸泡2分钟。看到没有？里面好脏，里面漂浮的全是脏东西。多清洗几遍后，挤干水分放入盆中，加少许盐、食用油，把它拌匀，然后加2大勺面粉、半勺淀粉。愿意吃花椒味，可以放一点花椒面；不吃的可以不放。起锅烧水，水开放入蒸锅，大火蒸6分钟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来调个料汁：1勺蒜末、葱花、味极鲜、香醋。喜欢吃辣的来点辣椒油，搅拌均匀，蒸好揭盖后就可以装盘了。蘸上料汁，营养又美味。下次分享饭店的做法，关注我，谢谢。